上车了，车上都没人，包车了，包车了。还是叫他们过来坐。上车了，车上都没人，包车了，包车了。还是叫他们过来坐。可以啊，可是不票哦。昨天在定妆的时候，他就突然蹲在地上，啊，就想说，是不是他定妆的时候拉伤？就不是，他说腰很酸，然后回去他就在群组说，我刚刚血尿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说，你就赶快去挂急诊，然后一挂就是0.76公分，对对，阿翔没有来，肾结石。对呀、啊，就在昨天他传消息来。他昨天在定妆的时候，他就突然蹲在地上，啊，就想说，是不是他定妆的时候拉伤？就不是，他说腰很酸，然后回去他就在群组说，我刚刚血尿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说，你就赶快去挂急诊，然后一挂就是0.76公分，对，还有个结石0.76，是，这样，我哥应该感同身受，对他讲我就知道，我干过医学的常识，我跟他讲，因为我肾结石是早上6点我起来，我二话不说，我不是说赶快去医院，我说我肾结石掉下来，我要赶快到医院去，因为我知道，因为前一天我就犯了，前一天呢，其实我就有点腰酸了。去检查到你肾结石的问题，结果打了止痛针，我又出院，第二天又出外勤，第二天晚上回来，睡到早上6点，真的掉下来。所以医学常识是这样，如果你有肾结石，一定要追踪。如果0.5以下，你可以用喝水的方式，可以机会流出来。但超过0.5，即使不痛，你也要主动去把它拿下来。你当初是多少？我0.6多。0.6多。对啊，可是我痛不欲生的。我也是因为这种经验，因为赖着放着不去拿，所以这种你如果这个情景是掉在飞机上。或者国外旅行，你就很惨，或者是工作一半上，所以我要先解决这个问题。该放下的就要放下。对对对。那他这样跨年还可以如期参加吗？以我的经验是可以的。是可以。因为我第二天也是录音。所以瓜哥现在身上还有要追踪的，是0.2多。0.2多。但是就是尽量喝水，所以我一天喝4000cc，看有没有机会把它留下来。1天喝4000，我会按照标准的，大概5小瓶那个台盐水，5、8、40、40千。不会水中毒吗？不会，医生说大概到8000到10000才会中毒。多少有点水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国联猫。哈哈你好像还是走不出来，然后之前宪哥也是不想要再跟他讲这个事情这样。其实大家都很关心他了，尤其今年2020年，大家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也都蛮多的。大家除了关心他，他也要稍微这个体谅一下别人，可能有别人也很多事情。那瓜哥会不会觉得就是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？没有啦，我这个等联络到他再说吧。自己要。就说了，然后还是要靠自己。